今日上午6:02接获派出所转报，在上坪溪桃山隧道附近的溪流，有两名钓客昨晚相约钓鱼未归。那消防局获报之后，立即出动2车10人前往现场搜寻。那鱼现场发现一名民众，李姓民众，鱼卡在绳索中。那由我们消人员将他直接搬到岸边，另外一名民众目前未发现。